摄影机聚焦嘅一刻，就系佢哋梦想嘅开始。真的是这几十年很少演反派。我拍女人，她觉得拍得比较好。我从来都没有因为任何一个角色会影响我个人，因为我分得很清楚。然后啊，杀青了哦，回来了又是回影后。我不会再重复。对。但是可能没有办法摆脱女人了、啊。那对我而言就是继续做好看的戏，不管是高成本还是小品的。但很有意义的戏，只要抓到一个好的剧本，是把它做得最好，后面有什么事情发生，那还是后面的事情。很感谢。透过电影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名字。我是杨雅哲，我叫惠英红。影坛最焦点，卫视电影台。